朋友们，外面在下好大的雪啊。我前段时间买的快递到了，我买了一个尤克里里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要拆一下。因为我最近就是钢琴还没学好，但是我想学别的乐器了，这回就买了个尤克里里。应该会稍微简单一点吧。哎，哒哒哒！包得太多层了吧？哦，好可爱啊！朋友们。买了一把超级好看的尤克里里，真的好好看啊！是不是很好看？而且跟我的钢琴好搭，看得到不？好了，我要开始好好学这个了。这个包装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袋子，可以背着的。变调夹，尤克里里也需要这个吗 ？Anyway， 先放这个。我以后要抱着它睡觉了，朋友们。朋友们，我写了一首歌，送给我的生活。Fuck you， 谢谢。但是因为我待会儿要出门了，我还要接着去学校写作业，然后回来再练这个。Tomorrow， 嗨，朋友们，现在是另一天的晚上，因为我这段时间有点忙，不过也稍微玩了一下这个。学了一阵子，然后后来放弃了。为什么放弃了？也不是我放弃了，就是我弟把我的琴给摔坏了，然后我就OK，Anyway， 我现在要学一个，我在 B 站上面看到了一个。刘文为什么大晚上在家里戴帽子？因为我的头发没有烫，所以有点塌。哦，这个好哎。
手指腹按的好痛，是不是太驼背了？但是我坐直了，你们就看不到我脑袋了。然后你们说我们也没有想看你的脑袋啊，好吧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，朋友们。我的手指马上就要起茧了，我感觉。拜拜。